不是。哒哒！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次在去外面呢，装在就是一个有很多东西吃的。看看看，这是我第，这是我第一个。好，回来了，回来了等一下，我就是要带你们过来。其实还是吃吧，但是今天就是我们就是来了很多，我是说什么了？好，这个第一个我是忘记了，就是我会给一个名字食物，这些食物就是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就是第一个烧烤，中文厉害对吧？谢谢。喂，第二个我们已经吃了，吃的咸的，就是下一个就是甜的，这里就是奥安宁卡。这就是他们是有中文的。就是花生什么冰淇淋，花生冰淇淋，就是让我猜一下，里面应该是有花生的，所以一起就是花生什么冰淇淋。中间那个应该是什么菜，但是我就不懂，所以就是花生冰淇淋。这里我们来试试看，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นะครับได้สองอันเลยเหรอครับใช่มันคือครึ่ง就是买一个，他们就是有两个半，是，就是一个就是有两个半，所以就是这样，试试看。很好吃，我也不懂你们有吃过吗？花生冰淇淋，里面看，里面就是有点菜，这是一个很完美的食品食物。十什么？十分之十，十分之十，对，阿老妈。看这个，第三个，这个是黄色的油，好，黄色油，因为我读不懂黄色油。好，第二个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吃吧。还是问我，已经给这个菜名字了吗？我已经给了，黄色油，黄油。好，现在这是什么？很可爱啊。沙皮。这是茶。下一个我们就来到了喝茶，吃咸的了，又甜的了。这个也应该是一点点甜的。好吃。好，这是第几个？第四个。第四个就是什么水果奶茶。好，很好吃。下一个，找到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哇，听得到吗？我是说目标，这是中学生还是差不多小五还是小六学生学到的目标。太阳能啊，就是有鱼还有鸡蛋。
ิน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เสียใจซื้อ这是第五个我就叫这个日本鸡蛋好吃比好吃还要好吃是太容易了这个是这是很好吃我用的中文应该没有那么难吧如果有机会过来的话这里是是哪里我也不懂忘了哦 Jot Fair 所以是 Dan Nelamid 是以前在泰国的游乐场游乐场是吗我怎么知道游乐场是什么好是游乐场看看看看就是这个刚刚我想要吃哇哇有点甜的饭不懂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中文但是我当你的老师就是芒果甜饭好我们来等一下这个好我们来试试看一下哇哦ดึงหลอดขึ้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โยเกิร์ตอยู่ข้างล่าง很好吃芒果甜饭中文叫什么我也不懂芒果甜饭好下一个过去下一个了哇这是有黑色的酱又有白色的酱又有更多干的四个角对八个角干的八个角看就是有很多个角现在好来了靠分卡很烫好烫慢来八个角八个角好这个就是叫八角球记得好下一个这就是油条对我记得油条下面一个我说的对他是说我很帅但是他没有说我自己说了好奥安宁卡看这个很多对吧好吃知道为什么我选这个吗因为上个星期到今天我是在减肥但是我想吃胖胖的油油的所以我就做今天做这个拍这个第一集第二集第一集好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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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继续。对，刚刚是说很大，但是没有比我大。阿龙，阿龙，传送的。ไม่อยากใช้มือมันนึ่งอยู่รอก่อนอยู่รอให้มันหายก่อนถ้าไม่หายก็รออยู่ดีนะได้看这个看有多烫我就要哇可以的看看看哒哒好放弃了我们来自己用这两个吧放弃了有点烫好喝嗯好吃好吃好，我们是来到最后一个。那多矮那个嘞？我们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看这个，就是有头有脚有飞飞，它可以飞，它可以跳，很高很。嗯，来来来来，来。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รับโอ้ผมจะถ่ายนะใช่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ะนี่คือมันจะให้กันThank you. Thank you. 第二个了，第十个。他们的吧。好，今天啊，我就已经得到超过我的目标了，因为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后来我就是说要十个，现在已经十二个了。厉害对吧就是我就是有那么厉害你看看后面吗看后面就有个很大的家很大的家对就是这个人家庭很好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很大的家我就是要说对我拍这个就是要说最后了我就是要这样走了走回家我的家了听得懂吧好就是今天就这样了第一集好最后再见拜拜